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。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。王禅老祖风水祖师，二零二天公务开首典礼。各位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王禅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。王禅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，以中华文化道统以及风水融合宗教，共成三宝，弘法利生，二灵二天为宗旨，传达了空中妙有的妙法，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，指引着明灯，解除烦恼，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，为民祈福。今日咱来到宜兰道场，邀请到主持圆照法师来跟咱做分享。咱来欢迎圆照法师。啊，主持人圆照法师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圆照。法师，在咱的道场成立呀，吼，还没成立之前，这都会有很多的义工来跟咱道三工啦，吼。在长期下来的义工啦，一定有一挂啊。生活上啊，是讲在咱道场发生的快乐的点点滴滴啊，啊，是讲哎、欸，也是业力现前嘛，是也可以拄到一寡紧急的事情啦、啊。好啊，是不是这方面来讲，大家做一个分享？是，好好啊。这连道场哦成立吼、哦，真正是真需要吼、哦，在义工发心，大家来道三工。是，好、啊、你道场起好，干那一个主持，也是真两个，那是无法度的啦。是是，所以要大家共同啊来。来扶持哈啊，当然蛮欢喜的哈。啊，咱诶有一个师姐哈，她就非常发心，都那有道场哈有代志，一定拢会来上，会来做。啊，就讲咱先有师，哦，咱那个啥，那个水陆法会啊，啊，就讲一般咱若轮值到爱去做法工，他一定都会报到，拢一定有诶。但是伊就是啊，你若临时，有阵咱诶当时。因拢爱排班嘛，上班吼，哎、啊，上班哎、啊，他们就要排假，因为因那是属于迄个现场吼，你卖物件，啊，所以讲，伊那是吼无事先排班，啊，那临时要排班咯，就要被扣工资啊，是，啊，钱就歹赚嘛，你搁叫人扣袂使吼，嘛会唔甘啦，但是伊嘛是会来做，啊，伊就讲伊吼真奇怪，伊讲拢吼老祖拢有加持，伊讲我那特别哦。临时，那讲啊，咱这道场哦，人也是讲要去进入时要做义工的事。伊那爱签讲爱来要来的时吼，啊，但是已经人排班过去，爱要用靠钱。但是讲足奇怪，我做了加加钱。伊那要爱这工的时啊，奇怪，这工伊排爱请假的时，啊，人就有排班的这个，伊就讲啊，我临时伊要甲伊换班，伊用这工来上班，啊，好伊来做义工。啊，用法师哦，够欢喜，我做拢。后壁我做义工，后壁我去靠着工钱，伊讲哦，伊足欢喜了，对吧？是是，那做主人就帮伊安排吼、哎。对啊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那伊那是咱水陆法会拢有做全程吼，某个师姐吼，啊，因家己去开迄个营造厂，啊，迄个大理石加工厂，伊讲伊那去吼，其实伊未必伫个无来做义工，来做义工未必讲伫个工厂吼，迄、那个工课较少。用你做义工的时候，心里嘛一起来，买你来。啊，那即马手机就我打，啊，电话去就会使啊。所以嘛，那做到真欢喜，讲
我虽然来这做义工，但是我的生意没有影响到。嗯，老总嘛，拢也加持，啊，拢生意拢真顺利啦。是是，欸、所以讲，舍得舍得啦，對對對，有舍必有得啦，哈。你虽然来做义工，无伫厝里，无伫工厂做工课，但是电话同款订单直直去办，生意直直去办。嗯，啊，那拢每年拿一个咱做义工，哎，他都关心咯，拢是十工。因为我们是做那个，一旦做内台嘛，连续三年，我们都是要提前那个两三天就要进去，所以它圆满都要十天的时间。是是，所以嘛拢真好奇啦。啊，所以老祖，然后你老祖袂欠你，你干老祖做偌济，老祖绝对袂亏待你。是是，师傅拢常常教咱开始吼，戆戆啊做啦，老祖袂欠你啦。是是是，哎呀，还有其他的案例无？嗯。啊，咱哦，就是迄个，即个，就讲到即个，伊当初拄入来啦吼，咱伊刚讲好多小朋友，其实嘛不小啦，吼，你才通诶。但是他就是诶、欸，因为有一点点先天性，有一点点吼，就讲因为囡仔发烧，哎、啊，就有一点头不，但是他非常的聪明哦，伊毋是讲像人讲安尼，诶、欸，不正常，无啦，因为有时候会比较固执，嗯，啊，所以伊。我就在当中讲，拄开始的时候跋杯啊，啊跋杯，结果伊园长，一个园里园那个组长啦，嘿，哦，哎呀，真欢喜啊，是，啊，我讲真欢喜啊，讲，伊就一人当选，全家人都要来服务，啊，一当选，爸爸爱来倒走，妈妈爱来倒走，是，个阿伯爱来倒走，阿嬷来倒走，哦，伊当咱那个啥种番茄啊，嗯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家拢是一个。产地吼，虽然咱遮起哦，但是咱遐拢还阁产地有爱种菜，爱种迄个番茄，啊，所以种了1600多株的那个迄个番茄吼，啊，所以爱顾，啊，所以特别我老公，哎，组长啊，你安怎安怎吼，啊，就爸爸来，妈妈来，阿伯来，阿姆来，全家到，到番草啦，啊，到用遐番茄遐，哎，啊，所以嘛，真欢喜，哎，伊结果就有一次吼，因为伊是2月19号出生的。观世音菩萨圣诞，你刚出世，所以因家嘛是按观世音菩萨。嗯，啊，有一天要出来的时候，伊就跟妈讲：“妈妈啊，观世音菩萨讲叫我今仔爱较细腻嘞。”哦，嘿，哦，那个他就很自然的哈，会表达说神明跟他讲什么。嘿，啊，妈妈因妈讲：“啊，你来细腻，你出去爱细腻哦。”嗯，结果伊就徛倒来，徛吼，伊就伫个人要动红灯，但是咱一起徛足紧。啊，伊就讲讲。啊，老祖叫我讲爱骑较慢的啦，讲 <Hey. S 2> 老祖有叫我要骑慢一点啦，但是伊就唔知咯，一直骑去就对。嘿，结果撞到人的迄个厢仔车后边，嗯嗯，啊，结果车头全烂， oh. 啊，伊人甲送迄个病院啦， <Hey. S 2> 医院里面， <Hey. S 2> 啊，结果头下去看，好像人拢好哦，无安那哩急诊室的事啊，啊，我妈有去看一台车，讲哦弄安尼，啊，囡仔竟然。哦，豪华服装，嘛，真感恩老祖有你保庇吼。啊，伊讲啊，无再多待一下吼，那真正无人再出来。哎，结果再多待一下嘞，哎，囡仔开始发腹肚疼。哦，结果甲送去做断层扫描啦。是。肝附近有出血。好。一个正确的，他讲了啥？哎，肝脏破裂。有破裂了，再出血。哎哎哎。啊，不要破出血了，就囡仔送去加护病房来滴。是。啊！家务病完尾啊，伊就敲电话杨伟华师。是是。啊，杨华师讲，要甲站挂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待遐做无要紧，啊，但是爱做一个祈福，嗯、因为这个小孩子哈、哦，这个病魔来做祈福了，是是。啊，所以咱伊会做祈福，讲我们，伊个要用那个道场哦，迄个大灵位哈，啊，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，嗯，啊，然后用33天王，啊，你搁做米盘、黑米盘。吓，迄个衫啊，放喺米盘顶管加持，啊，我5项水果，啊，火一堆，啊，油灯3杯，啊，做两一工爱上2遍了，对，一工早起10点一遍，甲下晡1点一遍，嗯嗯，我来上两遍的经啊，天德经来加持吼，下早一铺，下晡一铺，啊，是因道的人来做，啊，是咱道场的师姐师兄较紧的来帮伊做事，咱迄个道场迄个师兄师姐。诶，他但是厝还有一个人来对白啊，好，这是一种的，
迄个法医啦，对，厝内一定爱来，哎，啊，所以就爱做用从初开始的这个哦，这个牌哦，哦，奉请虚空三宝佛，佛光灌顶哦，啊，什么人元神光强，嘿，啊，就爱贴这个牌去，是，啊，这贴这个牌就好了哦，对啦，迄个囡仔，对啊，第一地地迄个，迄天入去了，啊，开始做，开始做，甲地。第五天就出家务病房，啊，到上尾迄个第三天出家务病房，吼，啊，到第五天就一直拢平稳啊。嗯，啊，到最后咱爱做七天嘛，是，一段啊七天，所以到第七天的时候圆满那天，啊，他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，所以就拢规个拢足平顺的平安啊。是，啊，所以因厝的人嘛，大家拢足感恩吼，老祖师父吼开始这个法，会当救度这么多人。所以紧急有状况的话，我们道场会帮人家来做这个祈福啊，这个法仪，然后啊用文书啦，用这个法仪来帮伊。啊，佮有其他嘛是咱来帮伊做祈福的案例吗？啊，就是利用嘛一个迄个这个师姐哦，她就会来做早晚课，做早晚课。啊，伊家己嘛，伊讲哦，咱一个赖讲师开课，伊嘛咧讲这个案例啊，那你做来做义工，做早课晚课，你上经来回向，这功德是真大吼。嗯嗯。跟他讲的讲，哎、欸，你无形中你就储存那些能量的。是是。哦，后边要咱若要用的时候，也是他的儿子啊，伊伫个迄个下岗，我咧台南那个所在上班呐、啊。啊，结果他读书一段还咧读书，哎、啊，嘛是家己开车，一直开车哦，啊开车哦，叫家己去。弄个迄个，壁，甲你弄落迄落，高速迄个护栏吗？护栏对护栏。嗯嗯嗯。啊，结果伊啦，迄代伊哦，因为妈妈赶要来遮做课，做早课，啊，伊就敲电话妈，伊甲妈讲，妈，啊我吼，甲你讲，啊你莫紧张哦，吼，啊伊讲，啊你是安那？伊讲，啊我吼，刚我发生车祸了。啊！但是我无安怎，甲恁妈妈紧张，甲伊讲啊！我但是我无安怎啦，吼。啊，结果因妈妈听到讲是做无，啊，就叫因爸爸上来讲，啊，听伊啊讲话还阁会使，应该无要紧啦。伊讲无，叫因爸爸上来，啊，伊讲伊要过来做客。啊，结果因爸爸去看，去上顿啊，互伊看吼，伊看一下，错一下，用这个整个车子都是烂掉。嗯，啊，就他儿子毫发无伤。哈哈。啊，伊当时迄个警察，迄个交通警察。你咧看的是讲，看迄个车的是，伊讲，伊已经去警察局做笔录，啊，看迄个相片，讲，啊，这个车主即马人安那，爱徛一边啊，讲，啊，迄车主就是我，毫发无伤，做伫个遐个警察局遐啦，伊讲，啊，哎呦，一般人是这种车弄到这个型哦，嘿，身体一定绝对安那，竟然你还讲毫发无伤徛伫遮，哈，哦，所以讲，伊就那个师姐就。真的很感人的，用一当中哦，迄、那个囡仔员工，他有感觉哦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跟他安尼个抱起来，他抱起来，啊，所以会感觉伊拢无受伤啊。是，所以讲吼，咱道场啊吼，若有这个需要义工的事啊吼，啊，咱就较紧的来登记吼，来做义工，若做袂欠人哦，会。甲咱保庇，互咱安尼大大细细吼，会当逢凶化吉，吼吼，对。啊，要过来请教法师啦吼。都有讲小孩子安尼出门啦吼，这是拢很不小心在发生个意外啦。但是有个囡仔吼，像即马是囡仔，做侪就是讲迷失去啦，出去啦吼，跟人安尼乱溜达啦，还是做一寡不该做个工课呢。像这安尼出去唔转来啦。啊，未失去，这是要安怎处理嘞？师父开始一个法，伊讲，比如讲囡仔吼，啊，拢爱出去佚佗，啊，等下唔转来，啊，正常，师父开始妙法，讲，你用甲这囡仔相片，甲摕来，你啊，甲放喺咱公妈啊后壁啊，甲写名，或者什么名，啊，甲放喺咱的公妈龛下面，你公妈龛下面你。它会有一个缝隙嘛，你讲洗下面的话，啊，你唔通个规个公妈缸来夹起啦，哦，你若夹起来，迄个袂使啊，迄个夹当公妈缸嘛，卖夹当，你个洗咧。啊，伊讲啊，伊就边边无多下，你听，小可个掀一撮，敢那个用开一撮啊，啊，甲洗入去，
啊，卖贵个提起来，啊，这样子，囡仔一般拢七天以内就回来，是啊，是讲你可以哦，你若无迄个服侍公妈，你啊，因囥个咱个家属咯，家属楼台下面，哦，你感觉伊个相片，啊，甲伊个迄个名，甲写了了，甲囥咧恁家属瓦斯炉下面那个台子下面，我甲囥个，囡仔真紧就转来，这就是一个师姐，因厝边啊，就讲啊，囡仔常常拢就是。无乖啊，常常唔转来啊，时段拢会烦恼啊。是啊，啊尾仔又听厝开始这个发了，一报伊报伊落去做，哎、欸，真的果然果不其然哦，一个礼拜之内，那个小孩子自己回来，啊自己回来佫变乖嘞，哈哈，哦，因为讲他真的很不可思议啊。是，啊，无囡仔常常拢会安尼，讲安尼，伊用在外面呐、啊，啊就是无乖啦。啊！就因互许多人来烦恼安尼哦，是是啊，实在是，就安尼啦。啊，对，法师，你讲放这个相片啦，吼，相片是面向面顶啊，对，脚，你个相片的身体，两个要头向内底，头向公妈坎内底，头入面，就变甲咱的公妈共向安尼，共坐共向就对啦。啊，点香爱安怎甲公妈讲，也是讲早暗点香，嘛拢爱甲讲啊。嘿，啊要安怎讲？比如讲，哦，咱这个哦，永祥子孙呐，吼啊，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吼，啊，即摆这个囡仔吼，常常拢唔转来，啊，就来请咱祖先哦来祷告，啊，让较早转来，吼，让伊家己转来，啊，会当让乖乖平安顺事安尼。嗯，拢爱甲咱祖先讲，啊，有阵时咧，有阵时讲啊，甲祖先抢。啊，你若无甲顾好，后面咱就断后事啦。拢爱甲祖先讲好啦。是是是，所以咱甲祖先早暗点香的时候，爱甲讲，甲讲。对对对。但是你若讲放伫瓦斯炉下骹这咧，就直接放就好了。直接放啊！啊，上好是爱上经。吼。哦，咱专门咱上大一个迄个强项嘛是，家己上经会用。是。这功效上好。嗯哼。哦，咱读天德经啊。哦，请天公来给咱斗三工，我们后面可以回向啊。是， 是。哦，回向哦，什么人？哦，伊即马有什么情形？哦，无乖吼，啊，拢唔转来，啊，是毋是请老祖加持吼，会当让这个囡仔家己平安顺遂倒转来厝安尼？请老祖加持啊。是是是。读经非常的重要，是来回向啊，回向咱祖先，回向咱完成这一处。囡仔无乖，其实啊，是咱是大人爱忏悔的啊，对，师父开始的，是咱讲教了，教了无好啊，教了无好，对啊对啊，所以师父进前嘛有开始一个吼，嘿，阮进前嘛一个朋友啦，啊囡仔吼，嘛常常拢爱去出去外口吼打电动，嘛是拢唔转来，是，啊尾啊，因为我是教咱老师有开始一个妙法哦，种。那个用那个啥，药师保忏，哦，药师保忏来祈福，是，你看，伊个药师保忏来祈福是讲，咱士大人吼爱忏悔，士大人爱家己上经，家己来回向，对对对，药师保忏一罐，三罐，上中下，吼，上卷中卷下卷呢，啊，一天，逐天拢爱上，爱一罐，一天爱上一罐，啊，所以讲七天一段。好、哦，啊！你要上这个药师宝忏的时候，你就爱个吼，爱像安尼排法。哦，咱妙法普传老这书开始的。是。哦，你若有佛像，咱若有神道，你就住喺神道家做。嘿。啊，你若无的是，咱下一本经。啊。哦，经书来对。对啊，你要用天德经，还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？是。咱用天德经来请咱王禅老祖来那个灵坛来做主。啊，那观世音菩萨。普门品就请观世音菩萨来给咱来给咱做主加持，啊，就叫伊这个吼，还佫有一个香炉，香炉咱也无，啊，咱用啥？临时的迄个米缸啊，吼，好，来插类似普炉安尼，暂时用的啦。啊，佫有茶吼，姜茶，啊，佫来七星灯，吼，七星灯用点灯的迄种七星灯啊，啊，佫来七杯油灯。你爱用酥油，点酥油。啊，过来伊啊，逐工吼，就爱有水果，五果。吓。啊，还佮有花。五果是第一盘，还是爱盘？第做一盘就好。嘿嘿，咱若
无，你逐工爱换嘛。好好。啊，五果你要用得少一半。嘿，对对对。啊，花是一对。花吼，伊会用干，哦，用菊花干，干做一半就使。哦，做一半啊，几对？无讲几对。无几对，啊，就是一半。有鲜花就使。花就好，啊，就是一半。哎，对对。啊，加干那加花蕊。哦，菊花要九朵啦。啊，九朵。高蕊啦。嘿。因加做花爱用红盘啊装，哈。啊，菊花你若七工内底，你用下一撮水。啊，顶完嘞，加好个花甲下顶完。嗯嗯。啊，你啊，讲七工，伊若无下，你就免换。好。等啊，上尾迄工，咱就爱用300寿金甲化掉。哦，迄个花啦，吼。嘿，花啊，搁有香吼，啊，甲金纸，拢爱甲化掉。哈哈哈。嘿，安尼落去做吼，伊啊，老师开始讲，啊，你若囡仔心神不安，外出不知回家，吼，啊，是讲伊无想要读书，逃学逃家。啊，喜好打架啊，结交恶友，还是造诸恶业，好咱是当烦恼起来啦，还 是外邻侵入，胡言乱语，精神失常，吸毒啦，酗酒啦，哈、啊，赌博，这样不但拢是大人来做这药师保善，哦、啊，来家己迄个回向啊，来忏悔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药师保善来讲，你要做的时间，嘿、啊，你卖甲生活讲规定，啊，我都每工早起几点要起来做。嗯，你讲了，你花了这个月，你就照那个时间来。是。啊，但是咱啊上班啥，哦，上下班呢，无时间较未稳定了，我逐工要读一铺，药师保善，所以培养就好啊。时间就自由啦，但是一工一定爱读一铺的药师，慈悲药师保善这样呢。啊，你的七工，你第一堂你做了七天，是。一堂之后，是。我第二堂，我第三天，其中的第三天我要出差，啊，无我躲伫个厝里做。你这段就先卖做，哦，因为你这段你若讲一工人去，就无算啊，哦，所以要从头来。每一坛是七天，对哦，但是这七工是爱连续做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讲哎，我着这工我，迄个第三工啊，第几工，我其七工内底其中有一工，我出去外口，我着转来做，你着爱等你转来做，转来有时间，连续七工拢有你厝会通做的时，你再搁开始。七坛，下当七工拢总连续做，才过来升第二坛。嘿，啊，有讲爱拢总爱几段无？上好是七坛，上好是七坛。七四十九天上好是安尼。是。但是像阮这个朋友吼，伊啊做到第三段，哎，囡仔就真正转来。吼。哎，啊，但转来你嘛是爱阁继续做，赶快来做。你嘛是爱上爱做。七段，做到高。对对对对，那个效果会更好。是是。啊，即像这药师慈悲药师宝忏呐。啊，是不是有特定的文书？有哦，文书就是这种哦，书开始哈哦，祈安消灾忏悔文书哦，内底咧，伊就是哦，这叫真这内底吼，伊哦就是安尼来写，讲吼啊，今为祈福千度哈啊，囡仔什么名啊，玩性愚昧哈，不知上进，拢是这囡仔啊，咱人教了无好，所以咱。教书开始这本书，先落去读一遍，然后再做迄个宝忏，慈悲药师宝忏，是，会经住落去做，爱拜，读落去的时你就是爱拜。哦，内底有佛号，咱就起来一个佛号，也就起来上跪一拜，再第二个佛号再来一拜，是是。啊，那这本书是不是同款？哎，七天后再参加，嘿，遐金纸做伙奉送。是是是。哎，你那。那有需要的人吼，用去各分支道场啦，吼，也是咱先就是这次拢开始，是，这效果非常的好。啊，有当沾挂起来吼，咱有当拢咱宜兰道场吼拜三下晡拢有人来问事嘛，啊，淡水道场是拜二下晡，啊，来问了，哎，那沾挂起来，这个可以用这个来做囡仔，让伊转来吼，能改变他，都子孙都很旺。就是会平安的，就会得到很多很好的效果。是是，感谢感谢。所以讲啊，咱内底呐，厝内底有囡仔吼，啊是讲啊，大人嘛同款啦，有时啊会袂失去吼，啊要安怎？咱唯心圣教有足侪妙法，像拄啊圆照法师甲咱讲的，来拜这个慈悲药师宝忏吼，这嘛已经有足侪人吼做。印证见证过，确实是非常的妙用啦。所以老祖弘道妙语传予咱的妙法，实在是太侪太侪了，而且是非常的好用。今日足感谢圆照法师你的分享哦，谢谢。王禅定体保家空。
老祖好友祖孙贤，王禅老祖空中妙友的妙法，已经普传伫世间，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。所以，咱爱敬赞王禅老祖天威，王禅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，共我携手顶礼。感谢圆照法师你的分享哦，谢谢谢谢。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福大家幸福圆满，无量寿妙智性，王禅老祖。